主要是一个设备，就是你用习惯了之后的话，你再去换别的设备的话，就人一时半会习惯不过来啊。那主要还是人的一个问题，就你上手，就你随便上手，就是不管用哪个鼠标，然后哪个鼠标就能打得很流畅那种，很难做到。我之前有换过更高端的一个鼠标，是3389芯片的，但是那个芯片的话，not running well， 可能是因为它鼠标的外形的一个原因啊，就感觉它那这个那种鼠标的那种外形就比较，就太长了。然后你抓握的一个姿势的话，你就不能用抓握，不能用指握，就只能用这个手掌去，就只能用整个手掌去托住这个鼠标。这样其实就会导致，我知道他打到我了，那我必须要来这么一下。哟哟 check it out。卡住了，要你咋他妈每次都在后面这个逼，我说你比我还准呢。说是子弹，硬是没给我找上。大水狙，大水狙，95。时间没算对啊。赏你个白银报仇，他可以打狙。Double kill。他可以把狙。大汉狙死啊。Double kill。活了。Double kill。这啥意思？上哪去？好，下。怎么没打到呢？哎！操，你们太狠了！老六呢？
这么准吗？兄弟。真的看不到你。哎，你怎么死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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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不是正常吗？现在剩余十个杀敌数，哎你妈疯烟，延迟有点高啊。我再逮到一个十年的，真爽。是你一个死亡。Move, ready it out. Move, ready it out. Fire in the hole. Double kill. 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你们太狠了。好看啊。现在是1.85。手枪为什么不一样了？没有不一样啊。你说这把手枪吗？这把手枪是自由之翼啊，328块钱，跟狙一个价格，不建议大家购买啊，因为，这个狙的话，这个手枪一般来说就加速的一个作用啊，挑最便宜的买就好了。当然有消息称啊，有消息称，就是鹰丸手枪还有猪年手枪的话是有一个特殊的加速的，有更高的一个加速加成，这个我个人。我个人在贴枪的时候没有很明显的感觉，他说20%，但是我个人是没有很明显的感觉，也不是很明显的感觉，我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每次切的速度就不太一样，所以说这种感觉就比较偏弱吧，可能用红的他会能感觉出来说，哦，这真的快20%，但你如果只是普通的这样去切的话，就你切的跟我差不多快，我切枪已经算是很快了，但是我这种状态下的话就还是会感觉不出来吧，因为你不能保持一个恒定的速度，所以你对它就没有一个就是说哎到底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这种感觉，但事实上我感觉打到最快的话就体感上的话没有比较明确的一个，就是说你就花更多钱然后会拿到更多的这个跟环境之翼没啥区别，它可以开镜，可以开一个2倍镜，就是类似 M107 的2倍镜嘛，但是那个2倍镜的话特别不好用，特别不好用，就可能你要专门去练习以后才可以，如果直接上手的话就是不习惯。你有什么比较不推荐大家使用？不推荐。Double kill。啊傻，打个傻屌的烟。对面，对面在哪？玩个团队还扔烟，还一点不如穿越，他妈团队不能扔烟。那烟真。好的。
Multi kill. Mega kill.这个招，赶紧冲，赶紧冲！我家就趁你没希望。就这还没赢，这是啥烟雾？这个是变异手雷啊，这比较流氓，不推荐这样子去打。我说这样扔烟，因为扔烟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你有实力的话，就直接冲过来；如果没有实力的话，扔烟，这个甚至不武啊。当然了，也可以就是没有下线的去打游戏，这个没问题啊。那游戏的话，毕竟这个模式的话，策划人他就不管嘛，他觉得这个可以，策划觉得可以，那你就这么打也没事儿。只是就我们正常竞技的时候的话，一般来说不会去丢烟，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不好看，因为把整个场地扔的都是烟的话，不好看。如果
这边已经复活人了，因为突然卡了一下。以这个游戏引擎的渲染条件来说，就我刚才这个位置都跳多了。我觉得这位置太尴尬了。Double kill！ 对，哎，怎么右键卡不出来了？我右键不会坏了吧？我这右键用了真的好几年，一直都没换过。左键有换过，右键就一直没换。切枪失误好多啊，切得好就很快，切不好的话速度就慢太多了。Monster kill. Mission success. Nice work. Double kill. 出来了。啥意思？ Auto blend。扔烟就是没有下限，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一般来说啊，就是会出现这种扔烟的一个情况的话，就你会在什么情况下去带这个烟出来？因为你知道带烟的话，它的这个必须要放在第一个雷暴这，如果你带烟雾狙的话，这个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的。那如果你带一把步枪你扔烟，那这是想干什么？就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玩游戏久了，
所以不一定是没有下线啊，就是这么打的话，我的评价是不好看。就我刚才说的，应该说的挺清楚啊，就是不好看。就如果你自己玩的话还好，就是开直播，这样去搞的话就不太好看了。所以你看我去打团队战的话，基本上都不会去扔烟这样子什么的，因为，咱们开直播的话，不比就是这些玩家自己玩，你知道吧？就玩家自己玩，他们可以随便来，反正谁都不认识。B 点跟他换了。开直播的话，你这样去扔的话，这个卡你呢，观众会骂的。这个东西的话，就你们以后如果有机会自己开一个直播的话，就看一下，总是会有人说话，所以还是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就自己的一个操作的一个习惯，就包括打法。Destroy the target。有些战术打不了的话，这个比如说因为场地啊或者别的什么的问题，那这个没有办法。哎呀，真不上啊！家里一通来了。内打60啊，皮包俩。咋的？吃小号了？哎，气枪失误了！妈呀，妈的！就刚才那一下，这鼠标突然卡壳了。哎，我这鼠标真的是刚才搓一下，好像更严重了，感觉。中路来人了吗？中路下面就只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在水下，水下去中路了，左门。Mission success。好的。Well done。哎呀，我这键盘突然出事儿，我这个鼠标突然出事儿，就那滚轮突然滚动到神秘的位置，然后就滚动不过去了，我就感觉隔屎有点问题。可以，哎，下面有一个，水下有一个，水下有一个，水下有一个，在水下右侧、啊。水下俩。对，应该是不帮忙了。我操，麒麟，你真是麒麟呐、啊！中路，你们打掉，哎，可以打掉。中路还有啊，不要等他过来找你啊，他知道你在哪。你看，中路还有，中路出了，咱家奇幻漂流瓶，咱家一柱，右手砸哨的脸上，出门去了。Mission success， 牛逼 ，Well done。这个人的声音让我想起了我那个我的那个研究生的老师啊。声音跟他一样，就是有点尖尖细细的，其实也不算尖尖细细了，就是会有他那种声音在。我们家中路的那个口子里面敲。Watch out! Fresh grenade! Grenade! Roger. 对，你中路打得好。闭点！妈的逼，真硬啊！这个人，他在守包。Mission success。Well， 我以为在上面。在下面的话，其实威胁还更大一点。啊？没有。
中路跳了，中路好像有跳过去，跳过来了，跳咱家了，咱家中门进来了，掉了。哎，中路跳起来了！哎，他这个位置跳出来的话，我就是右键他开不出来。刚才那一枪，我感觉我右键是打不出来的一个状态，就跳起来速度更快。他这个应该是延迟优势。下次的话，我感觉去打这个的话，搞动那块有个脚步，不能加，要跟他动态去打。哎 ，B 然后 B 他家 ，B 通还有一个 ，B 通还有个狙，狗洞，他们家那个狗洞方向，那个是狙，那个是狙 ，B 点那个是狙。来了，门口，狙盲点，啊，没残血了是吧？我不管残不残血，手操作还是要快一点，就感觉打狙有点黏。B 点都认识啊，你 B 点是狙吧？那你加长点，我认识。哎，中中一个。穿了一下，73。他们家一个狙，有个步枪。一点通道过来了，不建议队啊，尽快撤吧。你身后啊，你身后，就在你身后。Mission fail。战术不带心，我水下过去干的。我真垃圾呀！我操。The target A, the target B. Flash ban, flash ban. Flash ban, flash ban, flash ban. 偷了一个。Grenade. Smoke grenade out. A side, grenade side.两个都在 B 点了。Mission success. Good. Well done. 他这个近点的话，应该是比较舒服一些。A 房两个，打掉一个，还有两个。还有一个，不知道去哪了，你小心点。Smoke！ 他们家里有一个步枪。走。打到脚了，手下扣他。B 点还有狙啊！这边有人，那边有人。屁股，我去支援你，稍等。什么位置 ？Mission failed。好嘞。家里 A 通来两个，我们家 A 点，我们家复合点破了，两个，知道了。先打下来了，带包都过来，带包直接来下包吧。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Well done. The target A. Well done.被电用的，速度有点慢了。哎，好，避震水下这个位置空了。A 包点一个。哎，你们怎么让他们过来的 ？A 包点有几个 ？A 包点 ，A 包点 ，A 包点打你了。能听到枪声就能听到脚步声。Mission failed。你 A 点的风险就挺高的啊。拿步枪搞逼，还难受啥呀 ？Flash ban， watch out， flash grenade， smoke grenade out， smoke grenade， grenade， flash ban， smoke grenade， smoke grenade out， smoke grenade out。中一个，中一个八十，小夏。水下来了，水下还有一个62，62，他家俩，他家俩到了，包三皮包，三个都在他家那方向，别对了，队友听不了话。哎呦，概率被踩掉了，只要等两秒。Well done。这个听不了话。笑。Flash ban! Flash ban! 跳了。往公路靠了，往公路靠了。哎，什么位置打掉的？身后。还有，有队友能打掉吗？非常悬。一通两。八十八，操你妈！Flash ban， smoke grenade out， flash ban， 哎呀，糟了，这下就有点困难了。点力啊！这能行吗？加油！可以的，可以的。那操作已经是到它极限了。步步爆破了，这今天几个局数安排的比较平均啊。
哎，左边需要支援。右边能打得过去吗？这么多人，左边都要给打家里了。我 A 键又有点问题。左边来几个人啊？哎呀，要炸队友了。这个逼的狙他妈的卡，你们只能从左边打过去了，别再想去右边了。左边的潜艇下，我的狙远程架了，可以不用潜艇太多啊。哎呦，我们把 OBS 给切出来了。稍微来支援一下，快到了。Monster kill！
Multi kill. 哎呀，好聪明！队友冲出去打了。我也退，这个原点被架狙了，就特别不好打。我要出来了。Grenade！ 切枪成功的话速度就快，慢的话切错了就耽误时间了。神炮要买啊！我这个飞电，这是永久的 ，permanent version。剩余十个杀敌数，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那只杀无死了。Grenade！ 队友他终于肯走左边了。他那不肯走左边，我们左边不好打。我这个前顶打不了这么好，但在右边打的，我觉得实在是没必要。右边打难度比较大，因为对面双层。上层的话我不太确定啊，但下层的话有人冲，然后有人打。这如果去跟对面硬拼的话，很亏的。大家记得点关注哦。除了点关注以外，也希望大家不吝惜点赞，爱你们。
现在我吃点补品，我现在又忘记吃维生素了。嗯，感觉这次买的饮用水有点味道。狙有点慢。刚才听到砰的一声，我就知道他要跳。我以为他要对的，他只是防御性的射击在那边。走不动啊，就是他如果枪线缺了大德啊。鼠标滚了就感觉时好时坏，就时好时坏。想出于十个杀敌数。
kill. Double kill.人你妈的烟雾呀！傻逼吧！我操！妈是傻逼还是你是傻逼？我 F 十一了。不想听这种争论。你看，你走路的时候，那没有心眼这样去走。Double kill。但是走路肯定不行啊。Smoke grenade out。Smoke grenade out。Mission success。Well done。464。可以的。大家点关注哦。有玩帕鲁的记得加群啊！我们那个衣服重置了，现在就新开了一个服务器。这么多人还没玩过，然后去打那个帕鲁，然后目前的话服务器刚开，欢迎大家加入啊 ！Power World， 咦我操，这里有一个啊，我们家有一个，没有。对，上面有个枪啊！我操！走包，我操！大家同学 ，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Mission， destroy the target。哎呦，这打赢了 ！Unbelievable。嘿嘿嘿，有个狙，我操！你们跑啥？操，上来了，上来了！我们在平台上来了。啊 ，B 点平台还有。哦呦，开起来了！还有。没了。妈呀，好溜啊！转起来了吗？属于是，还没发现它转起来了。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虚幻引擎的游戏的话，应该是不用转起来的。每次到这个神奇的位置，哇，哥哥好厉害哦！队友如果是第一时间开枪的话，这把延迟还是。Find hole! Find hole! 好像都打掉了。来吧，先。Smoke grenade out! Grenade! 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at B side.这他妈的破图没打过，我操！不会打。妈的，我的死子！来了，我们家方向。来他们家。他们家。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你等他出来哦。
走起走起。妈你来这封烟不行吗？喂，二层位置，二层位置，自己人呢？大哥别打，剩下二层，二层你看见吗？头上，头上，哎，你还穿个黑衣服，操，是谁呀？又不是我们穿黑衣服，前面穿把他白衣服，打个屁！我看到他，但是我在。你没看我一直在我个人站，我那个校准的话感觉做的有点不太好，那肌肉的话没有进入到一个精确的状态，他们反应的话和目标的一个差距的话不仅仅是不仅仅是就是横向差距上的，这个纵向差距其实非常要命，现在横向的精准度的话大概是在70左右，纵向的话只有大概40，所以是特别低的一个状态。他们家 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所以就这点的话有点糟糕了，所以我在努力的练习啊。大海的味道。还有你在去牛皮啊，过去搜一个，过来搜一个。为什么不能干了我？两个，两个，两个。要不能上下去游泳了。Triple kill。Multi kill。牛屁！我操，43。Watch out! Fresh grenade。挂了吧？哎妈，人家打得好，你都说人家是挂，你这个人真的。他们家，他们家。当心被爆菊花哦。我操！你们这么牛皮！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啊？因为跑直线过去，所以就送的比较多一些。正常不建议跑直线。Flash ban！哎，大哥，大哥，耶！打狙的大哥呢？ Move grenade out！ 哎，走，带你去看海。来，下去游泳啊！大宝，你别去送，我两个两个，我操，他妈一枪给我干了，我操！ Multi kill， 我牛批，又四杀，我操！哎，躺赢就得了，五杀牛批！你别搞这么狠，他妈的，待会儿人家投诉你了，我跟你说。这两把没打明白啊，对面技术突然掉了。啊，你抢你就得了。Move grenade out。哎，刚刚给我看海的那个兄弟呢？我操！哈哈哈！没得换人了。飞通过来喽，我们家过来喽，我们家过来了，寒碜了，真的。他是中路啊。哎，从我这边。这样没打死，亏了。那打那么憨 ，B 点下包了，从我们家来。Pepsi 正前方，左边也有一个，你身后。去比，快点！这人点特别难。别漏！别过来，赶紧扔闪制约一下。左边，左侧，最左侧，最左侧，最左侧。跳不上去。跳不上去，我觉得你应该把跳到那个最上面那个。Mission failed。Flash ban， grenade， move grenade out。
的话，九十六啊！飞小道过来了，九十六来中路。飞小道两个，他九十六杀了吗？不的，还得是你呀，播吧。哎，冰点掉包，我这边支援一下。你这个天王的声音真的够大，我操！外面有一个，应该从中路过去了。不是路，外面有一个，听脚步啊！从他们家过去，死活就好了，管他妈的！这个图他妈哪是哪我都分不清，我操！你记住 A B。炸了炸了炸了！快跑！打都没打过。红衣服是警，灰衣服是鬼匪，不知道咋想的。我操！妈的，给我打头！我把你报仇了。哎，哎，可以，可以。我操！我以为那不是对面的呢，我还犹豫了，这样。犹豫就会败北。三十，三十。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真的。游戏的话，特别是游戏玩家数的话，放国内 FPS 里面还不错，没有那么难看，因为毕竟国内玩家选择比较少。来了，右边来，左 A A 到了三个，我操，真的三个，妈，三十六、三十一、六十三 ，A 小的，全部在 A 小的。哎，中路有出现，中路有出现，中路注意，中路注意。哎，等一下，中路一个过来了，过不来了。女枪宝贝。A 通道。没想到。中路还有。还中路还有。你这可以躲一下，没关系，不用怼。有，没想到还有，没想到还有。中路听脚步，中路听脚步。中路。哎，在你右子，没错，哎，身后，身后那个。这么走保死了，不建议下包啊。哎，没事，八杠八杠一，八杠一还没事，还能搞一下。八杠一关系不大，到不了再来进来了啊，正前方，正前方，哎，没错，正前方进来了。千万不要漏脚步，正下方，下面，你正下方。我操！他怎么穿？他从下面穿上来是吧？嗯。对，你站的位置太高了，露一个头的位置出来。我以为是从木箱子就可以穿上来了。打 B 打 B 打 B， 我们全部去 B， 我们全部 B， 全部走 B。他妈的，这我都看不明白，我操！拿两个人撞后。B 点通道过来两个 ，B 点通道就挂的地方两个，两个打一下。我们家 B 通道过来了。妈的，这都没打到。B 通道过来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从我们家后面来了啊！已经到了，到位了。你队友机会，你还给我机会！我操，刀下枪下留人。这队友真的是队友超坑啊！妈呀，就拿刀的一个行为非常不推荐啊，这有可能会把队友给搞死了。
就我看到这种就是拿刀的，我就大概知道。就这种一般打到最后看到，哎，战绩还不错，拿刀。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战绩打得很差，就说，哎呀，反正都这个战绩了，嗯，拿刀。就反正怎么样都要拿刀。我不知道怎么想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就不适合。不适合，因为你这个拿把刀拿起来完了之后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拿刀的话呢，很大概率你队友就没了呀。那不卖队友行为吗？不想被推荐。Double kill。对吧，不太好打，我感觉特身什么被摸的比较多啊。Double kill。 怎么贵啊，有可能出人啊，高概率。后面有人，右边有人，没怎么没打到呢。A 键又不好用了，好吧，
kill. Triple kill.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Grenade. Mission success. Nice work.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给我耍心眼，拿圣光打呗，这都能。哎，玩就是要玩难一点的。哎，刚团战打过了吧？等等，我看有没有欠一局团战，应该是没欠的。我玩游戏的时候比较放空啊，就很多时候打完一局之后，下一局的话可能就贴着别的模式去打了。正常如果我从下往上，再从上往下，就是团队完了打爆破，爆破完再打个人，个人完了再打爆破，爆破完再打团队，这样子轮着来的话，正常情况爆破还是会，就是四局多一局。Champion Verse 还是不对这一局了，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冲不出去的那种，特别难带。我忘记换狙了，出来，忘记换狙了。Mission, destroy the target. 好奇你们还喜欢玩这个游戏吗？哎呀，好卡呀！ Grenade.上架了，虽然双卡了，但是队友已经被全部卖光了。这个角色不好用啊，这个狙的皮肤不好用。这种立式的一个状态的话，特别容易会出现这个挡视野的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切枪的时候，而且你看整把枪占了四分之一个屏幕，当然没有四分之一了，如果真要论的话，就是它的影响比较大。这个位置哦 miss second mission failed， 没道理，小走起。不在要包卷包，快去避下包。有机会。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at B site. Flashbang. 哎，等等我，哎，我人。哎呀，三十五，亏了，这么着急，我都扔雷了。
Well done.一点别人烟啊，让我的狙爆炸。Failed. Smoke! Fire in the hole! Grenade! Flash bang! Flash bomb! Grenade!大包的位置啊，他都在我们家呢，我刚才至少看到两个。这位置极其危险，因为对面如果跳出来的话，他这个蹲的点位的话就是一个大神位的点，对面跳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全身暴露了，就以对面的延迟来看哈，已经全身暴露了。所以你们架点的话，就是架这种特别泛的一个点位啊，风险非常高。啊，还在我们家，操！是的，还在。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Smoke! Fire in the hole. Grenade. Flash bomb. Grenade.A 包空。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 Type A. Double kill. 看支援 A 包。支援 A 包五秒到。Smoke grenade out. Flash bang. Mission success.过来就是爆头。Double kill。雷包空了，收到了，正在支援。我给在雷包点里面。收到，不错，闹钟。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看着有点重，你是谁啊？我吗？还是队友？这个。Fire in the hole. Smoke. Flash bomb. Smoke grenade out. What's up? A 点四只。收到了。A 点过来了 ，A 通过来了，三个。还有，B 通也来了。Mission failed。对，这边难办，我感觉。A 点那边怎么过来的？
直接冲进来是啥？好了，你两个。还有啊。A 通道还有，他刚才在石箱子，太好了，近点。Mission failed。嘿呦，我这 A 点不太好走，要把 B 点人闪走一下。躲在他们家 B 点了，已经在他们家 B 点了。B 点从 B 门出去了，去 A 点下包，安全性比较高。在 B 点，还在 B 点，听脚步。大家。不要跟乔杉对啊，飞啊！他打野这个位置他很赚，不要跟他对啊！你没听点话 ？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现在这比分的话，输不起啊！一点近点人烟了，好吗？大包的不行，撤回了，没关系，可以转去 A 点 ，A 点队友打过去了。A 点小道确认。Mission success. Well done. 一个闪他就没机会了。B 点要不要扔一个近点闪还是？两个怪了，这包店里面有 bug。 B 通已经到家了， B 通到家了，五秒结束， B 通到家五秒到 A 点，左侧，左侧。
Mission failed. Oh, 怎么单队友换？不要在火里跳。失手，这把悬了，大宝位置一个，你身后，你身后，赶快，你身后、啊，屁股。反应就是队友爆点的一个反应的话，跟我一样，就是反应比较慢。队友给我爆点的时候，他给我说转身的时候，我可能也是会慢一点，但我其实动作会有，只是不知道往哪转，但还是会先转一下。